Ayo.阿哥，哎呀！我不要看了，我不要看了。神子，我来等，麦等。哦，他这是哦，按鸟的呀。好啦，开始弄我们的龙膜石。我们有观众说，弄脸黑的洗那个龙膜石，这一层洗到280万颗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还要26%，我才可以开始洗这一层的。你现在还86%？我在26%就80%。加油！被追过啦。OK， 你的 ID 叫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你现在第几了？现在第17。孙悟涛，所以你们是《西游记》取经就对了，不是《蜘蛛精》取经哈。不是不是，我们取的经也跟一般的经不一样。我知道啊，通常人家是唐三藏取经，你《西游记》取什么经？取大家的精华。洗干搞喽，开戏，自动开演，近距离伤害加4，攻击速度加5%，近距离命中加3 ，STR 加3，只要这4个，其他不要。开。今天这个眼睛要让我们就小心睡着，看看我们要看这个眼睛看多久，三个洞看要洗多久，最后我们来结算一下洗了多少魔眼石，已经洗了50000颗了。我在想说，谁会去买60个凭证，然后来去拼那个箱子？通常都是用礼拜三的礼包下去拼。礼拜三的礼包有够到60个吗？礼拜三的礼包它是卷轴哦 ，OK。然后你 set 一买完了，你 set 二好像买哎，碎哦，攻速5哦，没卖哦，来喽，哦，将近337万，现在剩下332万了哈，50000颗，攻速加5%，这个爽，这个可以，好不好？继续，这个可以吧？哈，这个太可以了。下一个一样啊，我们下一个一样是近距离伤害加4，攻速5%，近距离命中加3 ，STR 加3，洗一次600颗，开始 ，Go。哦，那第三颗洗一次多少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发到新的。3000哦，哦，好，第三颗设计盖3000，惊死人。对，第三颗我就会放宽了啦。我会再增加2项，这样不知道业霸、啊、这个话不要讲得太满了、啊。对，看看今天祖师爷有没有显灵啊，好不好？祖师爷显灵，好，让我少花一点龙魔石，早一点如愿洗到我要的3颗，这个攻速5%是非常爽的、啊、有没有可能3颗都给你攻速加5%呢？那就是奇迹啦。今天这个洗魔眼洗到时候精华播出的时候，让每个看精华的人看到睡着，都10分钟直接马上睡着，有可能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很担心。哎呦，命中3呢！我靠，哎，丢啊呢，中了呢！修啊修啊！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还有320万颗。你想干嘛？希望我们用这4个下去洗，然后低于250万，我们再把物防跟伤害减免打开，你觉得嘞？好啊，然后剩下250万都没中就开那个了。好，250万哈、哦，还是一样拼这4个是吧？好，对，3000，接下来会是攻击速度加5%，近距离伤害加4，还是命中加3，还是 STR 加3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聊天室一波七收过去，祖师爷除了保佑我以外，记得还要保佑我的观众，让他们都很幸运。Go， 开始。我会不会还没有离开座位就中了？那可能想想就要去吹吹风了。有保佑了吗？金变精华都一次合到，是不是？恭喜嘉庆啊！哈、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我们到250哈、哦。如果还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增加2项，增加2项。对啊，等到未来那个89集要开的话，不是点第3颗点一次要
点一次要10000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会不会同样用龙魔石，都不知道啊，因为还是要留着。反正游戏公司那个道具没有删掉，因为基本上来讲还是有可能的、啊，我们还是要留着。然后他狠一点的话，左眼弄完弄右眼，右眼弄完弄二郎神的中间那一个眼，三个眼，剩下48000，有没有机会呢？最后一个，好，250了，蒋翔，我们要加两项了哈。对啊，把物防跟伤害前面加进去。好，呵，加油，一发入魂。哎呦，魔法伤害，洗一次3000颗，手动哎，减伤3，有了，还剩好多、哦。我是觉得可以收了。我们先收，等89等好了。好，对，先收。对，我们不上头，不上头。好了，聊天室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算一下数量哈。我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是3352659颗魔眼石啊、哦，我们3352659颗减掩1948939，我们用了1403720颗龙魔石，感谢。减伤3，近距离命中3，攻速3，攻速加5%。然后兵哥也来点起来一个3000，嘿，还有4000可以，这个可以直接买那个变身外观挑战券，看要不要花一花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拼变身吗？拼啊，就留个1-2万颗魂结晶在身上就好了。你说要拼变身哦？变身娃娃都可以，因为它那个是外观。哦，是外观哦。哦、啊，一次一个哦。对，啊，一个1000。哦，所以这个他这样弄下去的话，没有紫一定有红嘛？你看，我那不是进第二级安呢？好像宝顶都是红色的。哦，碎喽！这啥会啊 ？Q 的五哦，那要 Q 两次而已呢。无啦，抽3-4次啦。哦，3-4次。没啦，这个小朋友没有那么好抽哈、哦。对，我的账号比较好玩哈、哦。还好我有打开啊，我没有用自动啊，要不然骗师又没有画面了，他要干掉我。这个礼包有拼到紫迹哦，好厉害！你看，我没有拼到，我觉得我直接用拉的比较快，因为你花10几万钻未必会拼得到啊。哎呦，太迷雅嘞哦！哎呦，不见了！嗯，好玩，好玩。哦，这个，我要跟片师讲一下，这个怎么回事？好好玩，好好玩哈！对，讲完。兵哥，你这师傅的名叫啥？我这师傅哦，我这师傅叫他老师傅。米饼来了，米饼一来我就抽到紫色，你看紫色外观，而且是没有的。你看，而且跟米饼一样辣，叫做塞尼斯。等一下，我可能又要上个厕所。哎，我到底有多少啊？哎呦！阿哥，哎呀！我不要看了，三子，我买本，最后一次聊天室一波七算过去，想想最后一次拍谁了哈？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我顶不住了。然后最后一次，不啊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直播，麻烦请你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入会员、开启小铃铛。老师，感谢你的支持。